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站稳了，朋友，最强四喜集结，魔力之夜开启。大家好，我是小何。今年夏天，32位来自8家不同公司的综艺在校生，在快本的舞台上初试提升。2个月时间，经历了第一次集结亮相，4场高燃的公司对决。四位单场笑脸值排名第一的在校生：易大千、翟潇闻、许静韵、黄明昊，荣耀落座最强四席，将率先进入战马朋友的下一阶段——综艺主题夜。笑脸值综合排名5到12位的8名在校生，将会在本周和下周向最强四席发起挑战。今晚是高手云集的模仿之夜，最强四席究竟能不能一战到底？一切的谜底将在马栏山蜡像馆揭开。马栏山的顾客朋友们呀，我谢曼妮终于留学回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去了一趟爱丁堡，虽然之前我没有当上。之前我没有当上 M 店的副店长，但这次我开了一家只属于自己的 M 店——马栏山蜡像馆。我把我最喜欢的角色都做成了蜡像，大家看看的呀，非常珍贵。不错啊，都挺好的啊。这是我高薪聘请的保安，杜战鳌。我是以前只保护卷儿，现在只保护曼妮的杜战鳌。战鳌，哎，你可得站好了。哎呀，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就是他，他就是那个传闻当中的高仿。是曼妮，你是谁呀？你是谁呀？腿？谁呀？你是谁呀？摆在这儿。你拍不拍呀？你是给特写，你是给远景啊？有本事上来呀！上来了呀！啊！你有本事下来呀！你有本事上来呀！呀，东升拍他，也不能是我们一起跳一个呀。好呀，一二三，一二三，就你保护我，你把我往下拉。不是，我想上去。你们都说自己是甄曼妮，那这样吧，我们的这个展馆里面啊，有这几个我们的蜡像之宝。各位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管保。高定，你先介绍。啊啊，介绍一下。什么？我为什么就同意了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动萌丹的呀。你要站在他前面介绍呀。走呀。一点都不专业。一起走了呀。东升，曝光他。哎。大家好，这是电动萌丹的呀。哎呦，大家好，这个是电动萌丹的呀，按下按钮就会开始扯面的呀，按一下按钮它就会开始扯面的呀，再按一次就停止扯面的呀，再按一次就停止扯面的呀。哎呀，按哪里？哎呦，外面是烫脚吗？再按一次就会停止扯面的呀。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武林高手，但是怕热的呀，他就是易无缺。
衣无缺呢，随时都要扇扇子，他很怕热。扇子，请到前面来展示。哎，哎呦！少侠好轻功啊！我什么都没做，你自己摔下去的。站好了。哇！自己以为挺帅，其实一般。那接下来由你来介绍的呀。好的呀，等我先下去哈。大家好呀。大家好呀。好专业。这位呢是我们的招牌，叫贾叶华。这位是我们的招牌，叫贾叶华。对。我不是月华，也不是杜华，我是狡猾的夜华。既然你们之前都是我们 M 店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冠军，我们看谁能最快速度穿上衣服，好不好？看你们的时尚品味就知道谁是真的了。来，请无缺月华站出来。我来了。那你试一下。我感觉那边有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注视着我。冲冲，来，冲冲，夜华冲。夜华，我准备救你了。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大千来冲一下，来冲一把。贾妮妮帮你披上。那也这样，那样，上一天你抖一抖啊。好好好。逗你玩吗？来，太吓人了。好，快快快快， cool. 锁死他！小妖精来了！小妖精来了！小妖精来了！小妖精，没说了，拉着大姐一起下来。穿上了，穿上了，漂亮。说到这儿啊，咱们的好朋友也该来了。哎呀，哎呀！大家好！大家好！是你们的童年，我就是刘川峰。刘川凯，我们的童年。刘川凯，你怎么那么胖啊？不好吗？好。今天特地带了我的签名篮球来送给你们。我们不需要，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哎呦，就是刘川凯还不错，我喜欢这个出场音乐。你要送给谁？我要送给谢谢两个妈咪，你只能送给一个人，送给一个吗？对，两个只能送给一个。哦，那我就看我能送给哪一个妈咪了。想要大声对你，到底送给谁？他的眼睛里有惊恐。不拉上管。又有人了，敲门了，注意听，谁来了？是谁呢？哎呀，慕容伯谦。喂，哇，偶像剧啊，我的妈呀，帅都帅得那么的帅啊，慕容伯谦飘移吗？慕容伯谦上来就送上他的膝盖。刘川凯已经把球送给了曼妮，你送给谁？好好想一想。我是带了礼物，是这样，我得解释一下，就是正儿八经那土星我是实在弄不下来，所以就准备了一山寨的。你给谁带呀？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种装饰。啊，是吧？那加油，没事，你也别害羞了，你快上来吧。上来你就有机会给我戴上。哎呦，峰哥助你一臂之力。可以的，加油，加油！你想好送给谁了吗？我想到一个方法，就他们两个妮妮站在这儿，你能套到谁？套到谁就是。这可能会出事儿。我牵你可以的，冲冲剑啊，来吧！哎，我牵加油！哎呦，哎呀，你可以的！哎呀妈，大家先蹲蹲个马！哎呀，哇！嗯，娜娜是那个寂寞，这个操作有。你是故意的吧？不是，我实在是找不到他那个口。这咋弄？没有，稍等我一下。我会。你放在这。快快快，你弄弄我放。好，别再手别抖了。好。谢谢。好好，戴上了，这蜡像馆我帮你包了。哎，你们还是情侣项链，来吧，拍个照，来，挥下去。好，行了行了，各位，大家也别吵吵了，好不好？别再吵吵，没有吵吵，一个人在吵吵。我们是这样的，今天呀，大家来的正是时候。你怎么出这么多？谁家把我们的展览馆的桌子给撕烂了？我给你粘回去。开业非常的顺利，开业开业。走，各位，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吧，走吧。来了，朋友们，来了。小心啊！欢迎大家来到彩城旅行社，跟我们一起来旅行。这是我们马栏山最著名的景点，新开的马栏山蜡像馆。我们这里有三个非常优秀的蜡像，这个是翟蒙丹，翟蒙丹，这是义无缺，义无缺，这是个拖把，给拖把，哦，我踩到，好，下面。各位游客朋友们，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带你们到这边来，到这边来旅行。现在每个人走到中间，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的导游好坚强。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何彩晨。呀，你上楼。好，谁先来？啊，我各位团友好，我叫吴尖尖。别坐在那走边，站到中间来接。各位团友好，站到中间来。各位团友好，来来来，握手。我叫吴尖尖。来，你让拖把扶你吧。来吧，这位。拖把都自身难保了。哎，等一下，哦，真的好滑。来来来，各位团友好，我叫吴尖尖，我刚参加完高考，然后我慢慢，你特别像一个头摆在这儿，站起来，吴尖尖，你可以的，站起来。我刚参加完我高考，然后站起来说，然后我的两个哥哥就给我报名参加了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今天是来见见世面的。你就坚持扣在这儿了是吧？朋友们，我预告一下，吴昕应该会全程都在这儿。好，下面是那几位，谁先来？我来。这个好，站到中间啊。啊，这里怎么有跟我撞衫撞型的？我的许愿树。我的愿望实现不了了。哎呀，你跳进去，你才是吴尖尖，你才是吧？怎么又来了？怎么这样？小声 ，A 货 A 货，来，好，走，站到中间来，快自我介绍，来，来，开始。我叫刘宝宝，大家叫我宝宝就行。
我最爱的事儿就是那个做麻花，在我们家那块儿我有一个店叫宝记麻花，吃了会开心。哦，对了，那个我妈说了，来这种那个公共的场所就不能带那个有色的饮料，对。然后我妈又说了不能浪费，所以你到底带了多少东西？所以不能浪费，我就得给她后来。哇，帅耶！所以你的才艺是现场在斜坡喝奶是吗？啊，你慢点走，你慢点走，千万别滑了，你从这边走。好，顺便把那个脏的都弄。好，下一位谁来？你的帽子。好，来，下面谁来？来，这位少女来。老师，你走到这儿，你走到这就安全了，你勇敢的走到这儿。哎呦天，完了！我太难了。我是五官比四肢还要灵活的天竺少女哈尼。伸手，好，来。叮叮叮。第一次见到劈着这么滑的。老师放下我的出场 BGM， 谢谢。预备，音乐起。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远远的明月，明月。是那缠着你手串，是那缠着你身串，是那缠着你手。接着跳，下面到谁？到我。好。再往前一点。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一直以为你演的是娜娜的九妹。我的孩子。我是可云，还是可言？原来我是。可盐又可甜的绿盐。那再多一点我就要吐了，不是因为你上面这个坡。萌丹好像已经睡着了。我刚刚发现他的腰带掉了呢。哎呀，我的腰带掉了呢。不是腰带，整个人都掉了。一条腰带引发的血案。报告，这个蜡像馆的蜡像暗杀游客。戴上，就让他这样，不要戴。我觉得你不戴帽子更好看。别戴了，别戴了，喜欢这样。别戴了，我觉得不戴很好看。这样我爱了。哎，可云，可云那边为什么有个神秘展柜呀？这样的萌丹我爱了。那里面会有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神秘展柜吗？对，去把它打开吧。有我的孩子。这么吓人吗？在展柜里面吧。来个冲刺。来吧，准备三二一。解封一下 ，Sorry， 好，我封印多年了，我终于可以。我是。稍等。脸上有个鞋印。脸上有个鞋印。是谁刚刚踩了我一下？来，哦，我是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孩子的花千骨，洪荒之力。哎呀，洪荒之力，太可惜，太可怜了。哎呦，慢点，放弃了。那个彩晨啊，
就我站了这么久啊，代表雕塑朋友们说几句话哈，就有点累了，想带大家活动活动。你不觉得活动会更累吗？就好吧，怎么活动？就我想带领大家跳一段最近很火的一段舞蹈啊。哎，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位置，可以了吗，朋友们？到位了，来，那我们就开始了。好，来放音乐。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好呀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刚才我们用一个非常难站稳的方式开启了我们站稳了朋友的综艺主题页的第一页的序幕，那就是我们的魔力奇妙页。那么大家已经看到，我们今天都模仿了不同的人。我身边这两位真的是好吓人呐、啊！谢谢，欢迎你来到真假王曼妮。最好笑的是，娜娜的同事没认出她来，就你俩坐在一起的时候上去送水，不知道给谁，真的是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哎呀，漂亮的人都长得差不多。好，我们欢迎我们本期的综艺助理官江疏影。祝贺江江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王曼妮可以说是这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对，那么接下来还要欢迎我们另外一位的综艺助理官郑恺。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这个已经播了，叫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扎心，伤人哦，是不是？那这个剧情也是非常的揪心，是不是？也很扎心，也很扎心。好的，那么我们本期呢，同样严格甄选了201位我们的校花校草来到现场。其实从我们的鞋房子开始呢，我们的笑脸值已经开始正式统计了。所以我们的最强队这边的四位啊，我告诉你们，这边的四位会向你们发起强有力的进攻，最后谁留下来还不一定呢。哦，相当的刺激，很残酷，很残酷，但是也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可以好好的表现，好不好？那我们本期的我想上学呢，我们会帮助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来圆梦大学。马上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比拼，忍笑飞镖游戏规则：一人假装扔飞镖，选定对方队的人叫出名字，传递飞镖。那曼妮，被扔中飞镖的人要做出相应的搞笑反应，再传给下一个人。发飙了呀！游戏过程中露出牙齿或者笑出来的人被淘汰，规定时间内淘汰人数较多的一队为输。究竟谁的憋笑功力更胜一筹呢？一起来看吧。我和欣欣作为监督员，各有一个复活的名额。谢曼妮，你呢应该已经预定了一个复活名额，我希望你不要花掉两个复活名额。
我争取我能坚持到我自己发飙。我觉得江江可能不需要复合名，他非常进入状况，他刚才整个人愁眉不展，甚至表现得对这个环节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很冷静。因为我压力特别大，我怕我就马上就笑了，所以我就一直要赶紧的入戏。已经进入状态了，进入状况，对不对？对对对。这样，我觉得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大笑的仪式，好不好？可以。一二三。场上弥漫着笑音子，有没有？每个人表情都是假笑的。星星，你觉得谁先来？我觉得嘉哥吧，嘉哥是这个游戏之王。太吓人了！啊，我天哪，我好紧张啊！来了，预备，开始。杜战敖，杜战敖。请接我的半夜梳头，半夜梳头，半夜梳头，不要。好，守住了。夜华，请接我的范德彪。我方缺拳手，就这。呀，轮到我发飙了吗？一个拖把站起来了。看着他啊，都看着他。纳曼妮，接我夜华一记黑长直飙。看谁的帅哥，穿上帅气，看谁的发型，清新有型。守住了耶，有进步。糟糕糟糕，自己发飙忍不住。接我一只全村希望标。老曼，你要回味。蒙丹，你要看着他。蒙丹，蒙丹，请接我一个摘帽标。这招厉害呀、哎呀，复活一下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机会好不好？还没上场。好，可以可以。蒙丹上。谢曼妮，真对了，请接我的
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不然他们老针对你，你发现没有？这边这边这边休息，这边休息。好，这个摘帽太厉害了，没办法。来，刘思维发飙，来，狠角色来了。思维登场，登他们，你要给我们夺回来。一大千，请接我一副对联，请接我一副对联。接对联标。毛钱，哎，毛钱，接住我的假对联标。接标，用耳朵接的标。Justin， 接我的，这是我的鞋向你的鞋道歉标。这就是我的鞋向你的鞋道歉的方式。这是我的鞋向你的鞋道歉标。吕岩，来吧，朋友，别憋了，我怕你憋出病来。哎，我淘汰了吗？你淘汰了，你去跟娜姐坐着。我刚才在动肩呀，你已经开震动开很久了。太草率了，淘汰。好，来叶华。哈尼克斯，接我一记迪克牛仔标。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恨值得等待，值得等待。接标花千骨，接我的火鸡标。摸龙云海，摸龙云海，摸龙云海。王曼妮在那边作腮，为了不让笑，作腮已经作出酒窝来了。哈尼，哈尼去休息，没事。好呢，来。摸龙于海，接我的普通花标。拿头发接住了。翟潇闻。接我的雨中咆哮。喂，你给我出来！楚雨荨，你给我出来！喂，你给我出来！这可以，这可以。萌丹每次都遭遇狠角色。萌丹接标。丹的辫子一长一短，干脆给撸下来了。萌丹气到掉发。刘思维，请接我的斗眼镖。刘宝宝接镖，刘宝宝接镖，辣眼睛。哎，涛涛小心哦。这是宝宝的经典动作。对，宝宝有一个这个动作。
丹，接我的宇宙无敌酸豆角标。海涛，海涛，我怎么把你给淘汰了？我们团灭了。好，最后一分钟，刘传凯。传凯加油，传凯！蒋淑莹，蒋淑莹，请接我的。打跳镖，打跳镖。时间到，谢谢大家。虽然这次是最强队在游戏当中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其实比的不只是游戏的输赢，主要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笑点值，对不对？对。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宣布目前的笑点值，大家知道呢，今天是前四名的朋友会进入到下一个我们的综艺主题夜，叫经典游戏之夜，所以呢四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就来揭晓到目前为止排在第四在校生是谁。Cool. 首先揭晓的是目前排名第四的在校生，他是好紧张，那搞得这么高级吗？前排在第四的是刘思维，刘思维，3319票。如果是目前的成绩的话，他冲到了前四，意味着有人可能有些危险了。好，那这是目前的情况，我们两个非常有趣的环节之后会决定今天在我们八位在校生当中谁冲到了前四，可以继续后面的综艺主题。马上进入到下面的环节，今天是我们这个魔力之夜啊，那么如果想要模仿到位呢，一定要把它的特点要拿捏到位。这个娜娜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每次模仿都那么的到位传神，秘诀是什么？我觉得秘诀就是内心就觉得自己就是他，我没有在模仿他，是他在模仿我。把曼妮说倒了。其实我这个角色是赵正娜姐去演的。过奖过奖，谬赞谬赞。好，我们今天有三位我们的这个顾问，一位呢是娜娜，一位是吴昕，还有一位呢就是置业顾问李松宇。欢迎松宇。大家好，我叫李松宇呢，但是网友们呢一般叫我百货挑战赛，所以理论上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卖不出去的，我也对各行各业非常的了解。我看过好多他的视频啊，大家都看到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上看到他各种各样的段子，但他原来真的是置业顾问，所以呢他是很专业的。好，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这样，我建议呢打个样好不好，我们请两队的这个助力官江江和凯哥。职业模仿大赛游戏规则，每轮每队各派出一人参赛，主持人公布职业身份和本轮的职业挑战任务，两位参赛者各拥有3次职业吹箫演说的机会。欢迎光临。每次40秒钟，依次交替进行。吹箫结束，职业评审团进行投票，得票多的参赛者获胜。好，那个首先我们来公布职业身份。凯哥，你这个照片跟本人有点差距啊。有吗？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人逢喜事胖三圈嘛，对吧？我们在这边祝贺我们郑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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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呀、啊！那是这样，这个里面还要给他们规定的一个任务是卖教辅材料。你们两个谁先来？我先。好，来来，江江先啊，来，第一轮啊，40秒，只有40秒啊，来，计时开始。欢迎光临。您好。啊，是何老师啊。哎呀，是我。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哎。啊，谢谢你，谢谢。啊，你是来买我们的这个教辅材料是不是？不是，我路过借一下厕所。没关系，所有经过我们商场厕所的人都可以送您一本教辅材料。哦，是用送的吗？对。这本呢是我其实是为你精心挑选的，因为我每次都看到你去厕所，每次来我们商场什么都不买，就是为了去厕所。家里没有厕所吗？所以这本教材教的是怎么能够在家里上厕所，不要出去在外面借厕所，是吗？你每次走过去，我想，哎，何老师，你看就是晚上睡得特别的晚。哦，对，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睡眠的是吗？教我们怎么样不失眠，是不是？对，因为它非常的难，所以你每次做它，你做不出来的话，你就觉得哦，我困了，所以我要睡觉，所以可以帮你有效的改善你的黑眼圈、眼袋。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如果你每次去厕所的路上想要健身的话。你可以找我，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哦，你是一个健身教练。是的。哇哦，那你要给我推销课程是吗？当然了。什么课程？就是我们的这个真题课程。我健身我不需要去锻炼，我读题就可以了。当然需要了，我们这里有语文课程、数学课程还有英语课程，你觉得你对哪个课程感兴趣？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健身教练可以教我语文课程、英语课程、数学课程呢？你不相信我可以让你试一下。哦，真的，请拿着这个篮球，然后呢我们做一些推胸的训练，好不好？好， OK。 1 2 3 4 5，你看有没有在健身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学到了英语？哦，哎，所以你推销到底是这个球还是这套题呢？当然是这套题了。我觉得你这个身材还用得着健身吗？可能不用吧。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不可靠，一点都没有诚意。那你的诚意呢？我们这个题呢，就买一个题还可以送一把刷子，帮助你刷题。我还想再多加一把刷子，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有两把刷子。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我们这边不光送刷子，我们这边可以送拖把给你。这套题太厉害了，你真的需要我这套题。你说什么？嘉哥，那个我问一下我同事啊，我们这个题是不是已经卖缺货了？缺货了，现在在补。哇，非常的缺货，我跟你说。但是因为我是高级销售，我又是王曼妮 M 店的王曼妮，对于我来说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啊。我已经为您争取到了100套。要买100套？买一套送100套。我这里买一套送1000套。啊，送10000套。送100万套。我把房子卖了，送100000套，全部都送给你。同事们呀，爆仓了，同事们爆仓了。好，可以了。来，我们请我们三位顾问听完之后来举牌，好不好？江江是站在粉色的台子上，然后凯哥是站在蓝色的牌子上，先举，然后解释为什么，好不好？来，3 2 1，请举牌。不是，娜姐，你这是举的是哦？娜娜是啥意思呢？娜娜是什么？你是蓝还是粉？平票。平票啊！对，恭喜你得到0.5票。好，然后江江得到2.5。好，娜娜，你为什么是犹豫不决在两个人之间？因为他们推荐的是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能是完全用来比较的。他们其实都是推荐同一套这个题库。哎，他不是让你买健身卡吗？我说的那么不清楚吗？哇，0.5票也没有了。我觉得那个郑凯老师呢，如果一开始出场的时候，一般的健身教练呢是不会说您的，是吧？上来就是哥姐游泳健身了解一下，你差点那个味儿，你那个哥一叫你说何老师哥买了。
哥，上厕所的路上。今天凯哥真的有一个好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不对？现在我就以一个空少的身份给大家介绍一下。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郑凯 and I am the 呱呱龙英语 flight shift attendant. I'd like to extend a special welcome on board to you. Our flight will start shortly. Please be seated. Fasten your seatbelt and make sure your seat back is straight up. Tray table is closed and the sunshade is open. Thank you.所以凯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我其实从3岁就开始学英语了啊，而且以前还出国这个交流学习过。所以就是学得早，所以你的英语就这么好，对不对？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呢，现在的小朋友非常的幸福，不用去国外交流学习了。哎，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呱呱龙英语 APP， 就能够提供一个全英文的学习环境。哎，其实这个呱呱龙英语 APP 是一个现在非常火的一个给2到8岁的孩子启蒙英语的这么一个 APP。我们知道呢，学英语有2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就是从小就开始学，2到8岁真的是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好的英文的环境，有一个外教一直在孩子旁边用英文讲。那么呱呱龙英语 APP 呢，就能够满足这2个条件了。呱呱龙英语 APP 把知识点都融入在了真人外教的动画片里面，小孩子们可以边看动画片就把英语给学了。之前有一个朋友，他3岁小孩，之前他是很抵触学英语的，后来有了这个呱呱龙英语，他现在很有兴趣。现在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就能买限时49元10节课，还送教辅大礼包，里面都是孩子们喜欢又有用的教辅材料。爸爸妈妈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吧！下一组我们要请出黄明昊和马伯骞。请佳佳哥上来。停。黄明昊就是置业顾问，马伯骞是营业厅的客服。重点是，佳哥，你看他们要卖什么给你？卖飞机。卖飞机啊？飞机。这是一个开脑洞的假设啊，展示大家的奇思妙想啊。来吧。好，一共3轮，每轮都是40秒以内。首先是置业顾问黄明昊。欢迎光临，这位先生，看您这么贵气，就知道您一定是来买飞机的，对不对？你再说一遍，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啊！欢迎光临，先生，看您那么贵气，一看就知道是来买飞机的，对不对？OK， 没关系，来我们豪大大公司，国内飞机产业龙头厂商，买就对了。今天呢，就由我们公司的金牌顾问、首席推荐官黄腾飞先生来为您置业。好，我先来带您看一下我们公司的飞机啊。我有一个安全距离，我不希望别人离我太近。在哪里？飞机在哪里？请这位先生抬头看一下，天上密密麻麻飞的呢，都是我们豪大大公司的飞机。哪里？天上只有小白船。你看到那些小白船呢，其实都是我们豪大大公司的飞机，因为我们豪大大公司的1期机呢已经全部售罄了。哎，那一架还可以。哎，没错，那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开盘的2期机了。我来慢慢给您介绍一下。二期机。我来慢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精装修豪华套机。套机120平超大空间，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已经配备完毕了，并且我们还有真皮座椅，全自动豪华小桌板，软硬兼备，即现在就可以登包，拎机登包有点吓人，拎包登机了。你刚才这一串话，我可以报警吗？好吧，我考虑一下。可以吗？我还可以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哎，这边营业厅的客服来了。喂，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我该说是还是不是？那我就默认您是了。哦，对不起，我开了个变声键。男生，好 ，OK， 好。那就回到男生了。好，中文服务请按一 ，English please press 2 ，Español para 3 2。一。
我们这边有三款飞机，我各自介绍一下。哪一款飞机配马伯骞家的酒？哇，三款都不配马伯骞家的酒。是他们的酒配不上你卖的飞机吗？因为这是公司安排，我只是个打工的。好，我想问一下这款飞机的性价比如何，直接告诉我价格吧。30 QQ 币。 QQ 币30 QQ 币大概是，我得算一下。好的，好不好？这位先生，如果您觉得第一架精装修的客机不满意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架毛胚机。毛胚机，你喜欢的风格，你想要的款式，任意打造。无论是我们西式的夏洛克风，巴洛克，巴洛克风格，还是中式的夏洛特风格，只要你喜欢，甚至能把这架飞机打造成尖角机。不知道您家里是否有小孩呢？我该有还是不该有呢？现在有的话就是最好，没有的话以后未来肯定会有的，对不对？借你吉言哈。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就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了学区机。学区机，各个学区任您飞，无论是国外有名的霍格沃兹，还是国内那个爱丽斯顿啊，拥有了这架飞机，就有拥有了一个最高的教育。这个还不错，我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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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啊有两个公司在竞争，我再听听另外一家公司的报价。而且我们家飞机好，你稍等，谢谢光临，谢谢光临。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长沙本地机，我们还有国内机，还有国际漫游机。长沙本地飞飞吧。我们有两个套餐，第一个套餐30 QQ 币，第二个套餐是完全免费，完全免费。这吸引我呀，这牛了这个。但是李先生您先别急哦。怎么的呢？要免费的话需要购买以下服务哦。你说说。机长一年20 QQ 币还是 QQ 币？好，空姐空少一年20 QQ 币，油费10 QQ 币。这成本有点高啊，是不是？那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我再听听。这是，我再听听。这是安全距离。这位先生，既然您都来这儿了，那我就带您来参观一下我们的飞机，好不好？我们的样板机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样板机，我们的样板机好，您打开，你看这个，你看，这座位呢都是排排坐，只要你把脚放在这个椅子上面，那简直就是一点点攻占的空间都没有。而且您打开您旁边这个窗户，太阳就在你的旁边，太阳女神就在你的右边。你好，欢迎光临。当你拥有了我们这架飞机之后呢，你们一家人在飞机上坐着时候，突然气流颠簸了，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解决了。这个好，好不好？来这边，您也听。哎呀，您刚刚又掉线了。哎呀，我还在，我还在，我还在。那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一下，机长是技术如何？如果是何老师这种老司机，我就考虑。可以。好，空姐的长相、服务标准是不是达到了王曼妮的标准？那必须的。又有点心动，最后价格卡在这儿了。那我再考虑考虑吧。这样吧，那我们价格面谈。好，那我们约在哪儿呢？你要不要派你们公司的飞机来接我一趟？可以，可以当做一个初次体验。好 ，OK， 谢谢。那我就试乘一下。好，谢谢。
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三位，粉色是代表浩浩，蓝色是代表博谦，三位请选择。浩浩拿了三票，讲解一下为什么。宋宇先来啊，我先来讲一下。你猜一个托儿，你知道吧？你猜一个托儿。比如说你给何老师打个电话，哎呦何老师啊，你的客户要来定了，你马上就跟文教老师说，说何老师的客户要定了，你还不定，等一下没有了，对，立马成交这个细节啊。娜娜。因为他们不可能是专业的那个推销员，所以我就往有趣这方面说，毛坯机还是学区机。其实马不全马不全也有很多有趣的，但是他是把他这个主题一直贯穿的。嗯，好，我们也谢谢两位，非常优秀，谢谢哈哈，谢谢博谦。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谢谢，欢迎各位来到快乐大本营和拼多多联合打造的我们拼了，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接下来会用三个不同的好玩的方式来唤起大家的记忆，请各位注意每一个阶段的或者领域的表演里面都藏有题目。第一题，年代歌曲类，请认真观看以下彩铃串烧表演。那么在第四个作品当中，只有一首是真的有原唱演唱的，答出哪一位身后有原唱，其他三位再进行声音模仿。有原唱来呀，玩这么大，请期待这个演出。来，相互搀扶去远方。
绝对非常有年代的四首歌曲，这四首歌当年在彩铃下载榜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门。那么在这四个作品当中，只有一首是真的有原唱刚才演唱的，到底是哪一首歌呢？三二一，准备啊，请抢答。来这边，哎，哇，太明显了，这真不知道，对吧？先排掉马老师，先排掉许靖韵。不不不，我觉得是先排掉最像的那一个，最像的那个是《狼爱上羊》，我觉得《狼爱上羊》太像了，啊，就是无论是从表演还到演绎的好，是不是？演绎的标准跟歌声都很像原版，我觉得。我觉得马伯骞，马伯骞，我觉得也是马伯骞。马伯骞，哎呀，马伯骞，好，来，马伯骞演唱的歌曲不是他唱的，是背后有原唱，对吗？马伯骞。是他自己唱的，来这边，一席对，不是马伯骞，马伯骞的声音是他自己唱的，对啊，是他自己唱的呀。我们猜一个，第一个，许靖韵的《不怕不怕》，对，不是他唱的，对吗？对，因为那个声音太细了，口音也不像，口音也不像，声音也不像，许靖韵，不敢，是他自己唱的。二选一了，我知道了，到底是刘思维，不是他唱的，刘思维的歌曲《狼爱上羊》不是他唱的，赢了，狼爱上羊，爱的疯狂，错误。你有着黑漆漆的眼，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他。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每天睡到日晒三竿后，从不刷牙，从不打架。是不是彩铃啊？又拉回了那个年代。第一是很有回忆，另外一点，香香完全没有变样子。来，给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来赶快打打招呼。Hello， 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香香。因为今年是疫情嘛，所以我一直在湖南，所以我过来这边也很方便。因为我是湖南人嘛。对，可以多来。他的意思是，本来那三个也要来，因为他比较方便，所以就来了。多少年前的作品了？2005年的第一岁，15年前的，对，张欣，你才3岁，对，因为我跟新杰，我们比赛那会儿，然后就是一直听彩铃，就是那个时候嘛，我们05年就是05年底嘛，那个时候，对，15啊，那后面都会跟你喜欢这首歌吗？如果喜欢的话，就按一，对，好，我们再一次感谢香香来到大本营，也期待你新的音乐作品，好不好？谢谢香香，谢谢。第二类厉害了，广告类。请认真观看以下的广告串烧表演，并答出哪一个广告的主角不是歌手。这很难吗？这很简单呢。请欣赏。告诉你一个秘密，哟，不错
因为你是我的奶茶。啊，那你要把人家捧到手心了啦，那你要把人家捧到手心了啦。哎呀，我好啦。请欣赏广告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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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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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吗？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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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唇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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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你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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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有一噔噔噔噔噔。请欣赏广告三。有点东西。请欣赏广告四。哎，看他写不出歌词了。期待。期待发现你的爱。啊。不错哦，有，哎呦哎呦，好，我们一共看了四个广告，到底哪一个的主角不是歌手？手放抢答器上，做好准备，请抢答。哼，第三个汽车的，不是歌手是吗？第一个是谁嘛？第一个是周杰伦，杰伦嘛？周杰伦。啊，那肯定是。第二个是吴奇隆吗？是刘德华，是潘玮柏和张韶涵。哇！哦，第三个是大家打疑问嘛，对不对？第四个是包贝尔嘛，对不对？你看我有小细节，你看还有酒窝呢，酒窝呢，有多少人？好 ，JJ 林俊杰，林俊杰啊。所以现在呢，你们能猜出第三个是谁吗？你们说他不是歌手，因为第三个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 dance 担当 dancer 是吗？对，好，来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补充。我这知道第三个是谁。嗯，那你告诉他们第三个那个是谁？那个广告。那可是我的好朋友何老师呢，何老师呢？我没有说完，第三个不是歌手，胜似歌手。哦，谬赞。好了，这是一道埋坑题了，埋坑题。你跳过那个舞？对呀，你没看过吗？就是这个，娜娜看过。没有，我那时候看那个广告，我都看呆，我说何老师跳舞这么厉害。你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很精彩的。我估计画质应该会非常感人，哇，看一下，请看。哇哦！哇哦！哇哦！
街舞的动作都有哎。哇，太帅了！Dancing with car。这才是街舞。舞王，舞王。好，那现在双方都各记一分，我们进入到第三类。第三类是年代电影类，请认真观看成龙大哥的经典电影桥段表演，请注意细节，问题就在其中。喂，儿子，你在哪儿呢呀？哎呀妈，被人欺负了，你快来救我呀！哎呀，太可怕了！妈，你别怕，我来了。妈，你在哪儿呢？哎，我在这儿呢。你干嘛呢呀？我救你啊。哎，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没事别老往那么高的地方走。怎么了？膝盖疼不疼啊？不疼，有点积水。谁欺负你了吗？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是谁？你要收拾我？是谁？你要收拾我？不是，妈打不过，打不过，怎么打不过吗？来来，儿子，喝一点，找找感觉。妈妈，我坚持不住了。妈，怎么样，儿子？还差一点儿，还差一点儿，那接着再喝一点儿，来。这什么酒啊？最贵的料酒。料酒。赢了！我这平时咋不知道你这么厉害呢？你这都在哪里学的呀？我在梦里。在梦里？梦中人，熟悉的面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加油，好听。
好厉害啊！好棒啊！来，掌声给他们，谢谢我们的韦大老师。何老师，哎，我发现欣姐去了一趟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回来，感觉跳舞好了好多。她本来就会跳，刚刚在舞蹈能看出来我跳舞好。没有，刚才略显忙乱，感觉你是融入到整个的表演里。主要是跟大家那个很骄傲的展现我的两个儿子，妈妈很骄傲。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俩演的是同一个人。肖文有喜剧天赋，然后大千好像是真的有功夫的这个功底，是不是？他打那几下还蛮有意思的。好。在刚刚的表演当中出现了成龙大哥三部电影里的经典情节，请问是哪三部？好，来，手放到抢答器上，请抢答。要不要跟大家商量一下？商量一下。差点没搂住我。神话，神话，功夫瑜伽，神话。梦中神话还是最后那个舞蹈？不是神话，没神话是这首歌，但是那个从上面跳下来好像是警察故事。我觉得是心灵鸟故事，心灵故事。好，来，好，功夫瑜伽，那个功夫瑜伽，嗯，醉拳，醉拳，警察故事，警察故事，手放抢答器上，还有修补的空间，请抢答。好，来这边来，最强队，醉拳，醉拳。醉拳二，醉拳二，新警察故事，功夫瑜伽，这样拯救一下你们，醉拳、功夫瑜伽是对的，还有一部不对，神话，神话，神话，不是神话，一开始那个经典桥段，从上面下来的是什么电影？什么电影？是那个，从那个滑下来是什么电影？那个是真的拍的，不是真的拍的，没有编呀，真实的下来的。我知道，三个字的电影。三个好，来，时刻巅峰时刻，巅峰时刻不对，城市猎人。三个字。我是不是无间道。好，时间到。我是谁？时间到。好，正确答案就是我是谁。追求醍醐利千钧。谁呀？报！我的心魔，不变的真心，千年等待着我成功。好，我宣布，这一分寄给逆袭队。因为有个人吧，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有自信，他早就答出了我是谁。所有人，这一队的所有人，把他。我是不是。然后思维就默默地坐回去了。好，不重要，这个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看来都很喜欢成龙大哥的电影。耶！上拼多多，点击白衣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为大家宣布。排名前四的综艺在笑声，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经过今天非常激烈的比拼，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最强四席和我们的逆袭四子的综艺的模仿能力，用模仿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欢笑。而现在我们最后笑脸值的统计已经结束了，我们下面就有请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刘丽萍老师为我们送上最后的结果。接下来就为大家宣布，通过今天的比拼，排名前四的综艺在笑声，他们将会在下一个综艺主题夜当中出现，迎接另外四位逆袭四子的挑战。他们是
排名第一，黄明昊。周浩浩浩排名第二，翟潇闻。排名第三，易大千。排名第四，进入到前四的依然会是最强四席吗？今天有没有人逆袭挑战成功呢？他就是经由现场201位校花校草内心的推荐，马伯骞，祝贺马伯骞。同时我们也把掌声给今天同样带来非常精彩表现的许庆玉、刘思维、哈尼克斯和我们的小豌豆吕岩。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朋友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那今天难得大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扮相，我们来合个影好不好？用我们的 Vivo S7 手机。那让我给你们拍吧。还是来自拍吧，好不好？本期快乐大本营和芒果 V 基金会以获胜队伍的名义保底资助1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考取大学的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帮助他们解决前往学校的路费、第一年的学费、前期生活费等开支。同时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帮助更多像刘红辉一样的孩子。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他们的求学之路。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让我们一起点亮快乐大本营的游戏世界。黄晓明、张亮、The Night、强势助力、残酷问答，各出绝招，谁能出奇制胜？招募中餐厅的女职员，我会用头发丝给她采耳。小时候妈妈就是用头发丝给我采耳。要点些什么？你说点啥就点啥。这个服装刚在火锅店借的。太帅了，太厉害了，哇！海涛结婚会选谁来当伴郎伴娘？这我愿意为海涛哥穿一次裙子。平时我也不怎么穿裙子。我是你的花童。前方功能，我老厉害了，状况升级。放开我！看表情包，猜人名。杨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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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眼，杨泪，杨幂。他是他的徒弟，你的师傅呀！惩罚最强组，薇娅胜，空中安保胜，中国二又一样，绝对要投诉发明薇娅的人。二号哥哥，我求你了，胜。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迟到了，重磅回归，究竟谁能乘风破浪？首先是用脸拍在这水上。这怎么这音乐烫脚是不是？亮哥你在干什么？划水。直接打人呢。哎走，哎你看走你全走。冷静冷静冷静。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来来来下位上。开始跳舞了。一大千。吓坏了吓坏了。我都怀疑人生了。没有时间怀疑人生，你快点。人间教练。下周六晚看最强玩家一战到底。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上拼多多点击百亿补贴，真补贴真便宜。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呱呱龙英语，2到8岁英语启蒙，下载呱呱龙英语 APP。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莫斯利安，寻遍世界的美味，只在莫斯利安。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这里是快乐大本营联合 vivo 推出的暑期超 S 企划，站稳了朋友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以上就是今天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 vivo S7 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郑恺的作品，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大家不要走开，节目过后还有精彩的运动吧少年，运动吧少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下周见，谢谢大家。